伤心的时候不宜喝这玩意儿啊！过度饮用咖啡会导致大脑神经兴奋，血液流速加快，心脏供血功能加强，增加心脏负担。万一诱发了心律不齐，严重的会直接导致死亡的。大姐，你不会是想死我这儿吧？我想和你谈谈。算了吧。说。哎，小包。啊。他现在有话跟我说，不方便你听，明白吗？啊，好好好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首先，首先，首先，我要谢谢你，昨天把我气死，气死我，我要跟你道歉。昨天晚上喝完酒给你带来困扰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把我喝完酒跟你说的话给陈哲说？你为什么要数落陈哲？我跟他分手都是我的错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做事情做不好，没有分寸，你说他干嘛呀？我昨天晚上我醉了，我自己说的是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求他原谅我的，但是他说他不想跟一个没有脑子的女人在一起。我真没有脑子，我为什么要把我跟他的事情跟你说？我的天哪！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像我这么没有脑子的女人？你是他的领导，我在你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他你肯定会说他，你输了他，他这都站着听他来，什么都不能说。哎，李明雅，你这女人，我觉得不只是没脑子，你还缺心眼，眼里没谱，神经缺弦，大脑缺氧，你彻底废了。你说的对吗？别的对。我真的废了，我真的废了，我在他陈哲的心里彻底崩塌了。我求你了，你不要因为我讨厌陈哲，他真的是个特别优秀的一个员工，他每天都是。天天都加班，他从来都没有怨言。你别因为我生他的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脑子笨，是我缺心眼，脑子还少根弦。但是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，我真希望。对呀，因为我想找他的工作，我也希望不要让你去误会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好员工。你先冷静一下啊，平复一下心情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喝一口好不好？你先坐这儿啊，平复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收啊。收住情绪，控制点，好不好？什么事儿都能解决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，走了。喂，喂，妈，妈，我知道了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